人人都能快速建构小技巧。底胶照灯之后就是酱子滴。建构来啦，先整甲平涂一层混合凝胶，注意不能距离两侧甲沟太近窝。不照灯的情况下直接取一大坨 mixing 混合凝胶，一定要垂直的放在甲面正中间竖向铺胶。慢一点都可以把顾客手端平，就算烫胶也是均匀的从中间流向两侧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笔，毛多一点的比较好，用小笔把甲正中间的胶竖向 Z 字形，从正中间往两侧拉胶，使胶均匀流向两边。左边胶拉好之后，然后又从正中间把胶竖向 C 字形拉向右边，整体再看一看，局部调整一下，顾客手端平，留甲沟的几率就不大哦。如果不能一次性调整到位，也可以反手倒置一下再继续调整哦。我这边一次性到位了，就省略了这一步。